地凹进去。里面就冻了。你们都一样吗？不一样有没有？你要约谁？我约王卫荣。点点，你要跟那个酒杯放上的。但是王芳芳要选了，他就抓不到的。文文文文肯定要选他们班长，非选他们班长。你们两个把水果都是凉些的吗？是你三个人。他们最，他最喜欢他们的班长，我是他肯定要选班长。快点呀！